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今后如果有其他的国家，听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克济先生，已经被他因为涉嫌违法违纪的问题，现在正在进行反省、检讨、检查。 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，决定他，同意他不缺席这次这个人大三次会议。那么这个也不进入大会的决议团。